讲到长洲，其中一特色一定系佢电动雨车。唔系啊，系全电能推动车。呢款电车成个径都得四部咋，用作区内巡逻、后勤同支援。唔好睇佢车仔细细啊，有64匹马力，充电后可行驶长达16个小时，160公里噶。除咗电车，仲有单车嘅巡逻。单车有更好嘅灵活性同效率噶。喂，点啊？去边啊？走啦！话时话，你介绍咗两集，其实你叫咩名咧？我叫阿俊啊。俊？边个俊啊？